后面是菜地。我这叫社交恐惧症，我这叫社交恐惧症，让社会感到恐惧，帮忙哥，让社会感到恐惧。对，好多烟，好多烟，摆摊呢，对，摆摊呢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好吃。又好玩的，不是好吃又好看，好吃好吃的小土鸡，看一看，看一看，兄弟们，看一看，这什么时候才能烤熟啊？这个是提前腌过了吗？提前腌过了吗？鸡是？是烤出来的吗？那个腌片撒个盐巴味精哦。撒个盐包就好了。对，咸不咸的？你尝尝咸不咸。要钱吗？尝一个。我尝一下，如果咸的话我就不买了。真的、啊、这啥鱼啊？二维码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卡呢。多少钱？二维码在哪里啊？二维码呢，老板？去咬一口，尝一下吧，没味道，没味道。看一下，姐姐，烤鸡吃不吃？小土鸡吃不吃？吃饱了。下次过来吃，哥哥吃不吃？阿姨，我们姐姐，姐姐，姐姐吃不吃？演完了。什么？罗非鱼，罗非鱼。这什么直播？小斗鱼。还有斗鱼啊？啊，你也在直播吗？我一直玩网络。你播了一个平台？快手。快手。快手，我叫那个关注一下我，我也在快手播。多少？200多万。哦，不是，我叫呆妹小霸王。比我还多。我叫呆妹小霸王，我有1000多万。你搜一下，你搜一下我。你总要美女上去。美女几次可以上去，但美女上不了去。你们俩都在直播吗？啊，对。你们是东北的吗？对。东北哪里的？辽宁营口鲅鱼圈啊，辽宁的，中国北方新地标啊。嗯，要不要尝一下？烤鸡，尝一下。烤鸡，烤鸡，尝一下吗？肚子上热，好吃。嗯，尝一下吗？嗯，可爱不？鱼，嗯，你摘罗非了？嗯。妈，要开饭了。好热呀！主播比游客还多。遇到同行了。我让你们看肉肉，什么大大大？让你们看肉肉。让你们看肉肉，看啥呢？让你看肉肉。看一下，看一下来，看一下啊！我让你们看肉，什么大的蛋，什么玩意儿？好，什么？我让你们看这，我让你们看这。那你们看这，那你们看肉肉，给你们跳个肚皮舞，兄弟们，给你表演一个肚皮舞。
让你们看下面的肉肉，看下面的肉肉，看肚子上的，看肚子上的肉肉。我直接吃吧，我这个烤了什么时候吃？感觉很好吃，好鸡好鱼，快上去吃吧。好烫啊！好烫啊！好好说话，好吧？好好说话行吗？我们是一个文明直播间。我们是一个文明直播间。兄弟们，我好社死，我好社死，我嘎嘎社死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多少有点小社死。那俺买了。文明，我们是个，我们是个什么直播间？我们是个文明直播间，好吗？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干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说文明发言，好吗？兄弟们，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文明的一个，就是说文明的直播间。所以说我们家的大哥们都是文明的人，所以说我们要干什么？文明发言，不要来这些虎狼之词，好吗？谢谢大家 ，kiss kiss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这样你们喜欢吗？这样你们喜欢吗？这什么肉才能熟啊？干么呢？喜欢吗？我怎么就不文明啦？嗯，这些都熟了。熟了。有没有盘子？我拿个盘子。我上，我坐那边吃吧。拿一个吃。你要吃一只的。拿一只，拿那个。我那我还慢慢的做，俺我就不烤，我就不等了。烤鸡，烤鱼。烤鱼。我就不等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得烤到什么时候去？美女烤鸡。差完都没来，真是呗。是不是？我们这叫做就是。一个。我们能是文明直播，文明直播间怎么可能招超管呢？想你吃呗，好吗？我们是一个文明直播间，怎么能招超管呢？我来，好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好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
赶紧吃鸡。有没有盘呀，姐姐？盘呢？我去拿盘。啊，我去拿来。没盘那个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啊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到处都是人。我靠，充电宝没电了，不是吧？我充电宝没电了，不是吧？应该有电。谢谢欧哥的幸福券，谢谢欧哥。还有没有大哥下单？我们那个吃饭之前先跳那么跳上几个，太久了，烤的。这里烤到什么时候去？要有耐心。不行，这是熏得我眼睛疼。谢谢欧哥。来，我来吧。给我直接搞一个吧。搞一个。嗯。这个是刚烤的吗？这个热不热的？给你加热吗？哦。热吗？我不要这个。你要哪个嘛？我要这个。这个吗？嗯。你先把位置让给我。搞三个。操作吧。